生蚝、利恩豪，你们要说老师好，很棒，老师好。来，利恩，我们坐好，坐好。对，很棒。好，今天老师拿了一个神秘的袋子，猜看看里面有什么。等一下拿出来说说看是什么。来，谁要先？好，这里是利恩先。我要先。好，不能看哦，可以拿出来。哇，利恩拿出来的是什么？还有这个吧，还有葡萄。葡萄。I ate it。好。对，可以吃。来，请利恩把葡萄的葡卡贴上去。乔生，等一下换你先坐着。好，葡萄的葡卡在哪里？好，请利恩贴上去。好，很棒。你们看，两种葡萄品种的葡萄颜色不一样，可是都是什么？葡萄。我们大声一起说葡萄。再次更大声，葡萄。很棒。接下来换强生，强生拿到的是什么？拿出来说说看。好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妈妈，瓜吧。哇，很像芭乐，对不对？芭乐。好，花是芭乐。芭乐。来，把芭乐的图卡贴上去。My uncle says that too。好。芭乐的图卡贴上去了，我们一起说芭乐，芭乐，芭乐，芭乐。好，芭乐是闽南语的发音，芭乐是国语的发音，都是芭乐。好，接下来换谁了？来，利恩换你了。哇，利恩拿到什么？橘子。哦，请把橘子的图卡贴上去。很棒，橘子，橘子。好，我们大声一起说橘子，橘子。再次，橘子，橘子。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？来，香蕉。对，香蕉。好，请强生把香蕉的图卡贴上去，按吧按，回去再吃，对不对？好，请坐下。好，我们一起看。水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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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都是水果。那我们复习一次，等一下要玩一个小游戏。来，请坐下。很棒，一起说香蕉，再更大声，香蕉，葡萄，很棒，葡萄，芭乐，芭乐，橘子，橘子。好，香蕉刚刚有说过了，你们也会了，很好。现在，老师，等一下，请坐着。老师拿出两个小册子。好，老师说葡萄，你们就要打葡萄。老师说芭乐，你们就要打芭乐。好了吗？好了。好，我说开始才可以开始。拿着，先坐着。I wanna keep this. Are you gonna keep this? 好，准备。I'm gonna keep this. 香蕉。香蕉在哪里？来这边，眼角。很好，来，葡萄。芭乐。橘子。好，你们都知道了。再一次，老师再快一点点。香蕉。芭乐，来，利恩，我们再一次，芭乐，葡萄，橘子，好，很棒，请坐下。老师，下一次再给你们，强生很棒哦，还给老师，下一次还可以再玩。好，没关系，下一次哦，再给你玩。好，你们今天很认真念，所以现在老师念一句，你们念一句。我们从香蕉、葡萄、
橘子、芭乐。好，开始。香蕉，香蕉真好吃。你们念。香蕉，香蕉真好吃。葡萄，葡萄真好吃。葡萄，葡萄真好吃。橘子，橘子真好吃。橘子，橘子真好吃。芭乐，芭乐真好吃。芭乐，芭乐真好吃。香蕉，葡萄真好吃。香蕉，葡萄真好吃。橘子，芭乐真好吃啊，真好吃。橘子，芭乐真好吃啊，真好吃。现在我们一起念一次，要更大声。香蕉，香蕉真好吃。葡萄，葡萄真好吃。橘子，橘子真好吃。芭乐，芭乐真好吃。香蕉，葡萄真好吃。橘子，芭乐真好吃啊，真好吃。很棒，你们念得很棒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来听水果歌。好，要来唱水果歌。对，这是水果贴纸，等一下哦。好，第一次唱听跟拍手，第二次唱听加拍手，最后我们起来转圈圈。好，准备，调一下，更大声。好，等一下啊。好，老师再调整一下。跑掉了。葡萄，葡萄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葡
葡萄。葡萄。很棒。接下来是橘子。橘子。对，橘子。有地。最后是芭乐。芭乐。很棒，再次芭乐。芭乐。好，你今天可以获得四种水果贴纸。等一下，乔生换你了。来，乔生，这是芭乐。哇，很棒！这是橘子。哇，乔生很棒！这是香蕉。好，最后一个就是葡萄。哇，乔生真是太棒了！你也获得四种水果贴纸。你们今天非常的认真上课。我们今天教了四种水果，回去跟爸爸妈妈说哪些水果的名称，也可以唱歌给爸爸妈妈听。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。I don't know how to sing that song. 好，对，我们再说，我们再说最后一次，好好的复习。这是一起大声的说，香蕉，香蕉，香蕉，再来。强生抬头，葡萄，哇，很棒！丽恩，葡萄，丽恩一起说，对，来，橘子，来，丽恩看这里，橘子，橘子，很棒，最后一个，芭乐，芭乐，很棒，来，请起立，请起立，拍拍手，帮自己拍拍手，你们今天上的很棒，好，我们下次继续上水果的课。今天我们的课就上到这里，好，开不开心？很开心，说开心，开心 ，happy， 开心，玛丽啊，开心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先坐下。